包子，耶！来，花莲一定要吃的公正包子。我们在等包子喽。好棒啊！点了一笼，还来不及拍照就吃光了。你先吃一个，爸爸等一下给我喝一口。好好吃哦！好，爸爸。我爸爸，我们要来去吃扁食喽。信义街到了，我们刚从公正包子走到这里来。爸爸说他练重训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是这一边。到啦，今天天气超好的，我们的第二站就是这里，义香扁食店。相信有来花莲的都知道。我先点吗？啊，我们的扁食来了，会烫哦，小心。我们的扁食来了，要来吃了，异乡扁食。耶，连宝宝都按子按。呀，这就是扁食啦，扁食就是所谓的馄饨。因为它其实，哎呀，超好吃！啊，那这样子根本叮咚叮咚。啊，我们吃完包子跟扁食过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去吃包心粉圆。在控制爸爸吗？说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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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那你有没有驾？好好笑哦，他根本就在控制你，他每次来花莲都控制你。宝宝，我们的，嗯，宝宝，可是你不能吃耶，宝宝。我们的包心粉圆来喽，噔噔噔噔，吃吃看。看起来超好吃的，嘿！哇，这么厉害，蛮好吃的。它里面有那个豆花包心粉圆。哎，宝宝第一次划船，开心吗？耶！我们今天来到这是哪里？什么潭？鲤鱼潭。爸爸早上还说是鳄鱼潭。宝宝，你喜欢这里吗？水是绿色的耶。咦，我们第一次来这里鲤鱼潭，耶！小波，你有什么感想吗？很慌张是不是？耶！我们现在在踩这个天鹅船。你有认真吗？我有认真啊。确定没有认真？我不需要用力，它就会动了。废话，因为都是你在踩。好，来看一下这边的风景好了。哇，你看今天蓝天白云的。爸爸现在正在努力的踩这个天鹅船。来看一下小波的表情。小波现在表情有一点呈现很囧的状态，不知道这是什么状况。他一直在观察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呢？然后呢，爸爸很努力的在踩。我呢？看风景，耶、yeah, ！你看那边有好多船哦，我们要踩多久才到那里去啊？我们先，
反正也太久没骑脚踏车，顺便训练一下腿力是吗？我们租这个船是一个小时300块吧，哈。两个人，一个小时300块，所以就这一个船300块而已吧。小爸爸，他一只手被卡住。被谁卡住？在里面啊，你看那只手。小爸爸，你会不会是被遮到什么都没看到啊？哇哦！环境，环境绕圈。环境很多吧？他们那对面也有。外面有个军吗？不管哪里都有环境。应该是小鸟啦，哇！我们追得到鸭子吗？鸭子跑去哪里了呀？嗯，哦，对啊，有一只小鸟在上面啊，有看。原来鲤鱼潭不是因为有鲤鱼叫鲤鱼潭，是因为旁边有一座山像鲤鱼。哪一座山像鲤鱼啊，宝宝？宝宝。到了七星潭，来花莲一定要来七星潭。小波波在这里胡闹啊！耶，今天蓝天白云的，海边真的连成一条线喽。我们现在要往那边走 ，Go！ 耶！再不回去追浪。波波。爸爸，爸爸，耶！海边好漂亮哦。爸爸第一次，爸爸是不是第一次来看？爸爸，你第一次看海边吗？你的帽子呢？交给他，我去拿。宝宝帽子一直掉，我去帮他拿帽子。今天还好，天气还不错。海边到了，你看白云、蓝天跟海。我好像每次来这边都超漂亮，都没失望过。走路有点难走，哇，漂亮啊！哦，浪花好大哦！大家都是来追浪吗？浪花朵朵开啊！啊！哇！宝宝，你看，哇，这感觉，哇，跑过来了，太好，好可怕！宝宝，你再看一次海浪啊，快点！他完成了，三分线。怎么样？你觉得这里好看吗？你觉得这里漂亮吗？没有来过的人评语一下。哎呦，漂亮吗？
宝宝觉得这里漂亮吗？宝宝，漂亮吗？你刚刚是不是看到浪就说哇哇，对不对？是吗？宝宝，你们要再表演一次，哇哇！哈哈哈哈哈！